北京时间8月16日，詹皇空降洛杉矶，带来的不仅是紫金军团复兴的希望，还有第一人空前的影响力。今日，湖人老板珍妮巴斯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詹皇，他表示詹姆斯来到湖人，跟当年奥尼尔来湖人时具有同样的效应。珍妮巴斯说道，当时我们签下了奥尼尔，而现在签下了布朗也是这种感觉。当年的巴斯博士喜欢这种让人震惊的运作，他一直想要最好的球员，我们现在也是这么做的。这也体现出了珍妮巴斯对老詹的期待，至少要成为像奥尼尔一样的冠军球员。随后他还强调，当勒布朗加入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他来这里不是因为我们能签下超巨，而是看中了我们的文化，他想要成为我们中的一部分，这才是他加入的真正原因。看来詹姆斯来洛杉矶跟所谓的巨星并没有什么关系，他只是单纯欣赏湖人的文化。不过在老板口中，虽然一场没打，詹皇的地位已经可以和三冠奥尼尔相提并论了，这也是对他最大的认可。 NOXV